请宝贝大赢家节目主持人郭涛、谢松。Hello， 各位晚上好。大家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我们的《电话之秀》《宝贝大赢家》，我是主持人郭涛。我是主持人谢双小白。那首先呢，要感谢青春好朋友电话之秀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以及有很 Q 很亲润的喜多多椰果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节目当中的三位神仙和我们的三位大嘉宾了。没错，首先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白娘子周可和史澄清。我就是温柔可爱的白娘子周可儿。哇，我就是风流倜傥、气宇不凡的澄清欧巴。哟，小青变这样了，小青变欧巴了。您是长腿欧巴，不是澄清欧巴。大家好，我是妖家鸠家灰太狼的周艳红大姐姐。好，欢迎两位。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我就是二郎神曹彰哥。和这有关系吗？哎呦，既然他是二郎神，那我只能做王母娘娘了。哎呦，收了他，我就是永远不老的管义姐姐。大家好。好，我们的地瓜之柱宝贝大赢家。自从我们的主题升级之后呢，我们会为所有喜欢表演、喜欢模仿的孩子们呢，来提供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台，以及非常专业的扮相和编排。没错，那我们的规则呢也稍微有所改动啊，就是我们三组嘉宾，凡是每一位模仿的宝贝，他在模仿完之后呢，能够得到两组嘉宾的肯定票的话，哇，就可以获得宝贝大赢家的成长大礼包一份了。当然，如果你三票全部都通过的话，恭喜你，你就有机会去北美暑期的这个艺术夏令营。了，那如果一票只得到了，或者是说一票都没有得到，很遗憾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回家重新练过。对，好，那介绍完规则之后，马上就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宝贝们将要模仿哪一些天皇巨星，有串烧、赵薇、葫芦娃、羽泉。好，马上来认识一下首先登场的宝贝。当两股力量汇成一种声音，每次琴弦的颤抖都是对青春的致敬，用力奔跑，用心歌唱，我们是双子兄弟，音乐是力组合。
哇！你好，我是哥哥李水，来自河南省。我是弟弟李玉达，我也来自河南省。肯定的嘛，你们还能一个来湖北不成？你们俩差几岁啊？我们其实差一分钟。你们是双胞胎吗？对对对对对，等一下。你两个是双胞胎吗？差一分钟，真的是如假包换的。我没有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差好多，没有，我们自己都知道，因为我吃的东西都长在身高上，他吃的东西都长在心眼里。他们几岁啊？几岁？我们都十岁，都十岁，我看不一定吧。都差是啊，郭涛哥哥40岁了，他10岁。哎，你们俩比一下，你们俩比一下，来靠近点。我们这才是正常身高。你哥真的不正常，你知道吗？哎，不，你属于不正常，我还会长的。说得好，这补刀。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再长了？因为你老了。我长在这儿，长心眼儿，长心眼。好，行，我们不要再聊身高了。哎，太开心了。我们回到模仿上面来。你也只能回去了。嗯，行，先听听这个小白。小青，两位有什么话说？历朝历代就没有一对长得这么不像的双胞胎，我修炼了7年也还是头一回看到。那我对你们的模仿表示质疑。你看看雨前他们兄弟俩默契十足，但是你们呢，总是有那种各走各的路各找各妈的感觉。你们应该多加点互动嘛，你们兄弟俩。他们两个还是有用心了，因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因为他们模仿到这个羽泉，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平视高出25度角抬头去演唱，他们刚才已经做到了。而且很细心，他们在造型上，因为这个陈羽凡生活呢他就是长头发，对，然后霍海泉就是短头发，所以你说为了这个表演啊，他把自己的头发留到这么长。哎，但是你这是你的真头发吗？假发。这是你的真头发吗？假发啊，假发。如果这样留的话，我们学校肯定有意见的。但是整体来说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最开始我真的以为是水木年华呢。作为小孩啊，要模仿一个非常成熟的在歌坛上面有一段表演经历的人，他那个舞台感他们抓得很到位，他们包括模仿这个羽凡跟海泉的一些表情跟那种唱歌时候那个嘴型，他这个他们有用心去揣摩。那从外形上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弟弟特别像五月天里面那个玛莎，是不是？其实他们如果换一个，他们可以模仿的方向很多的，但是就是要你们再想想可以跟你们更接近的。你真的模仿高晓松啊，有那种天然的优势。你给大家看看，你看，快，小松说。特别喜欢你们两个人，就我对他们俩的音乐天赋在台上这个表现非常喜欢，因为羽凡一样，羽泉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邻居，有机会带你去推荐给羽泉学习一下。谢谢。好，谢谢燕红姐姐。那这个双子组合啊，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啊，不知道能不能获得3票去这个北美了。好，接下来时间就要看投票。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人，他们两个还是有用心了，表情跟那种唱歌时候那个嘴型，他这个他们有用心去揣摩。你看看羽泉他们兄弟俩默契十足，但是你们呢，总是有那种各走各的路各找各妈的感觉。哗众可以取宠，也可以失宠。艳红姐姐葫芦娃，那我们俩的意见是，票到手，已经有一票了啊！来，白娘子，小青，这一次我们给你们的结果就是，哎呦，第二票没拿到。那看看最后一票了，如果最后一票通过，还有大礼包可以回家吗？我们给的结局是，可以吗？
失败。好，非常的可惜，双子组合只拿到了一票，但是呢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对不对？以这个最萌身高差来讲，对啊，希望你们要好好加油，未来会更好。谢谢你们，谢谢。欢迎回到地花之秀宝贝带人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即将登场的宝贝。大人们经常说童年总让人怀念，怀念收音机里滋滋的噪音，怀念电视机前拥挤的身影，怀念世界还是充满惊喜的样子。我们是小模样，带你找回儿时的模样。在很久很久以前，为了镇压千年蛇精，一株七彩藤蔓上结出了七个葫芦。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8岁半了。大家好，我叫李宝宁，今年7岁了。那你们俩分别是水娃和火娃，火娃另外的5个兄弟呢？这儿还有一个。哦，你还有一个呢？你是什么娃？什么娃？是大娃。你是大娃。我是大娃，是可以变大的。这么烂的就不能了。就是只会变大而已。来，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出扮演葫芦娃？因为我想为人民服务，打败蛇精。什么逻辑？火娃呢？火娃，你说说看。我是想为世界的人民服务。葫芦娃要走出世界啊！对，不光保卫中国人民，对，为世界和平亦可以做出贡献。现在要不要把他们老大请出来聊一聊？好，来，老大来。首先，我要对导演组的姐姐们说一句：我擦，运动啥嘞？他们的衣服上有镶钻，为什么我的衣服上没有？连裤子上的这个草上的那个闪亮片都不给。而且，此时的我不应该是站在这个台上的，应该是和小模样组合在一块的。We are family， 我们是同一个藤子长出来的。不是。苗子娃，你是被蛇精抓走的那只葫芦娃。好吧，就算我是被蛇精抓走的，郭老哥哥，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上台去跟他们认识吧。你来，兄弟相认，大哥回来了。大哥，这果然是一只哈的，上来讨论啥呀？我想死你了，大哥。开门，葫芦兄弟，开门。葫芦兄弟开门啊！葫芦兄弟开门啊！我知道你在家，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
己回来了啊！我自己回来了，我被蛇精抓走了，我自己回来了啊！我又回来了。大兄弟，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哇，大王来了以后编排了一段非常烂的剧情啊，但是我们看懂了。怎么样，今天看到两个人的表现，你觉得他们表现如何？让你在这点评。我只想说一句话，他们今天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把我叫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如果上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他的美貌和他的帅气，还有我更加的帅气，那肯定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对吧？哦，原来是如此。所以你觉得他们的缺点就是没有把你请上来，是吗？对。好，谢谢苗子凡。我们这个节目小模样组合特技部分是玩的有模有样，唱歌也唱得很准，没跑调。唯一一个缺陷就是，这个果娃太瘦了，跟水娃不但有身高差距，还有胖瘦差距。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你多重？先问问。就颠覆了我们心目中葫芦娃。先问问火娃，水娃你多重？多重？90斤。哎呦，洪水啊！哎呦。那火娃呢？火娃。54斤。我是烤干了，烤干了。54斤，你这个不够，我估计得俩你才能顶得上一葫芦娃呢。像那个原著里面的葫芦娃呀，都是吃饱了撑着啊，双下巴。胖肚皮，藕节手，所以说等到养胖一点再来模仿葫芦娃，效果会更好。哎呦，其实曹高哥由你来教训别人养胖这个事儿是没什么说服力的。总算来到我们的千年合金来点评你们了。你们两个人才模仿两个葫芦娃，这对我妈妈来说也是小菜碟了。我妈妈一个人就可以模仿7个葫芦娃啊！灭我老爸的时候是大娃，力大无穷。打听我学校里表现好不好的时候是二娃，有千里眼和顺风耳。那逛街的时候是三娃，有金刚坏之神。发火的时候是四娃，火冒闪掌。骂我的时候是五娃，口水飞。一提到做家务就马上隐身。最可气的是他还有7娃的宝葫芦，把我的压岁钱全都给吸走了。哦，这是重点，压岁钱。在我家里，我一个蛇精就被我老妈一个人给 KO 了。小妹妹，我觉得你长大之后啊，你就可以不用这个哥哥来帮你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来模仿7个葫芦娃。我就想告诉你们，可以多模仿一些，哎，很少人模仿的形象。到时候等你们再来表演的时候，再给我们带来惊喜，好不好？好，谢谢长青哥哥的肯定。谢谢，来。那接下来时间就要开始投票了。长青哥哥，白娘子。哇耶！不错，两票了，大礼包已经拿到手了啊！来看一下最后一票，我们两个最终商讨一致的结果是。非常可惜，你们就只能获得我们的大礼包了。对，也不错，有大礼包拿好吗？谢谢两个葫芦娃，谢谢你们，回去找老大。欢迎回到地花之秀，宝贝大人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即将登场的宝贝。女神和女汉子的距离有多远？是一个步伐的长度吗？是八颗牙齿的宽度吗？女神和女汉子可以没有距离，张狂还是任性乖巧？
都是我的标签。我是何爱佳，给你不一样的小辫子。今天又玩什么把戏？我就是要看看他怎么丢这个人儿。皇上，我们坐吧。谢谢小燕子。大家好，我是还珠格格，我叫何爱佳，今年10岁了，来自深圳。我最喜欢唱歌跳舞弹钢琴，反正呢我也不喜欢规矩礼仪这些的，你们也就先不用跪安了哈。这么小小年纪古灵精怪的哈。你为什么会喜欢模仿小燕子呢？因为嘛，我们一家感觉都很像皇上啊、皇后啊，还有皇帝。你等会儿，怎么叫你们一家都感觉很像皇？我们家就像太监、啊。你们家干嘛？怎么会那么啊？我妈妈吧，有时候呢，她就像皇后一样，对我呢，非常严格。严格。但呢，爸爸呢，他就喜欢带我出去撒野。撒野哦，像皇上一样很宽容。奶奶是不是很像容嬷嬷呀？啊，怎么学的？反正我奶奶就像容嬷嬷，管人特别严格。来，我们先让哮天犬的主人二郎神来点评一下。赵薇姐姐饰演的小燕子这个角色呢，曾经引起了被社会学家誉为“小燕子风暴赵薇现象”，而且呢，她这个角色甚至开创了中国大陆流行文化偶像巨星时代。那么所以我要说呀，你的模仿啊又不是纯粹的模仿，还加了几分你的特色，就是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小燕子，在小燕子当中看到了你的神韵，我喜欢你这样的表演。 OK， 就像他说的，他中有小燕子，小燕子当有他自己。其实呢，换一句话说，他模仿的不够到位。真正模仿小燕子，你要模仿小燕子那种刁蛮，有点霸道，有一点点俏皮任性，有点无理取闹的那种感觉。那你呢，就是过于有一种大家闺秀那种千金小姐的一种落落大方。问题就在于她长得太漂亮。
对，太漂亮了，所以也混淆了二郎神的这种，就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看到我们这个今天这段表演是否能够让我满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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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先打着，先专心对付二郎神。对对对，我们已经听完你的意见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团和气的姐妹俩，好吗？来，先让白娘子的妹妹小青先点评一下。啊，不是，还让先让姐姐来点评。姐姐说，姐姐说，你看看人家小燕子啊。喜怒哀乐都是写在脸上的，你的表情呢略显单薄了一些，比我的千年秋恋我是不轻易教别人的，今天我就好好的来展示展示。音乐 Milk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善，她还有一些疯狂，没事叉叉小夏，没事说说小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看完你们这个呢，我感觉我回到了童年，让我重温了一下这个《还珠格格》。然后我们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有皇后、皇上，然后小燕子，还有很多的伴舞。但是你这个表演总体来说算是比较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突破。希望你在以后这表演当中呢，可以和你的搭档皇上、皇后多多的合作一下，让他们来体现出你的人物性格。所以这个能不能通过呢，我还要再跟这个小可儿我们再商讨一下。嗯，好，好，谢谢传心的意见。小燕子当然有一点就是小燕子的唱我觉得是非常不错，非常甜美。那小燕子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风劲，疯疯癫癫的，那我觉得确实我们有点偏紫薇了。所以就这一点上，以后你如果还模仿她的话，希望你能加油。嗯，好，谢谢燕子姐的意见。你看这个众说纷纭，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那接下来就是他们表决的时间了。来，看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啊？你的表演呢、啊，从唱歌到跳舞，我无可挑剔。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小燕子，在小燕子当中看到了你的神韵。换一句话说，他模仿的不够到位。那小燕子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风劲，疯疯癫癫的。这个表演总体来说算是比较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突破。文艺姐姐曹高歌，今天因为是模仿，所以啊！不通过！来最后一票，葫芦娃和燕红姐姐。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好，得到了一票。这也是一个鼓励，希望这个模仿的道路上要慢慢的这个练习了，好吗？好好加油，谢谢我们的小燕子。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欢迎回到地花之秀宝贝带人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即将登场的宝贝。他还是他，你想看到谁？你想我是谁？给你最想要的，唱你最想听的。这一秒我是斯斯罗，下一秒谁知道呢？
穿上衣服回到刘欢的模样，吴莫愁那样太冷了，你知道吗？哎呀，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哎呦，这姑娘我认识，她叫孙星罗，孙是孙子的孙，星是濮存星的星，罗是敲锣打鼓的锣。她呀，来自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不是铁岭，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的小姑娘，今年芳龄9岁，希望大家喜欢她。Thank you， 谢谢。人家上台啊，都是一个模仿，对啊，模仿一个人，对啊，你模仿这么多人，累不累？不累啊，因为我想把我4倍的快乐带给大家。4倍的快乐。只要把大家都开心了，我就特别快乐。嗯哼。哦耶！哇！刚刚的这一段啊，这个表演其实应该说丰富性是肯定有的。嗯。到底专不专业呢？就来听听我们的大小观察员有什么话说了。来，古诗说得好，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个节目啊，可谓是变幻莫测，连我二郎神的3只眼睛都看不过来了。我就特好奇啊，我就想问问。你当初是如何发现自己有这个模仿的才能并喜欢上模仿的呢？就是我1岁多的时候，只要家里人一岁多的事情你也记得？对，你这分明是个骗子嘛。本来就记得嘛。记得啊，你说。我1岁多的时候，只要家里来的客人，我就要求闪亮登场，然后我就自己帮我们模仿动物出场，模仿人物出场。当时我特别喜欢模仿我太爷爷吃饭、走路、睡觉。你等会儿。走路吃饭好模仿，你太爷爷睡觉怎么与众不同的吗？那不是睡觉的时候就躺着张着个嘴巴。你太爷爷有一些人睡觉是张着嘴，哎呦，张着嘴是这种。对啊，但是我嘴巴没有你那么大，像不像浮夸的表情给人一种夸张的感觉，你这样脸你有成一团的。我白素贞可是修炼了7年，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副好容貌呢。要是是我，我才不愿意去做这种夸张的表情。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嗯，好，谢谢，谢谢。长青哥哥，因为她变成小女生之后呢，真的很漂亮。其实你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来一个女歌手的串烧啊，比如说艳红姐姐的歌，霸气甜美，忽然转到龚琳娜的忐忑。哎，我会模仿龚琳娜老师唱的忐忑。你会吗？会。那能给我们来一个吗？现在。也有声。我觉得吧，你只是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去模仿每个人的特点，但是其中的细节你却没有抓住。比如说葫芦娃的细节，你的细节。哎，先不说葫芦娃了，还是说杨坤的特点就是说手抖，还有脚踩烟头。我所谓谁会爱上谁，然后是刘欢的经典动作在哪呢？有缩脖子，还有甩手。我和你节奏，这个节奏，你们像刘罗锅了。刘欢老师要半夜调台，看到个葫芦娃在学他，应该会分裂吧？应该。我提醒你啊，小妹妹，就比如说你刚刚模仿腾哥也好，龚琳娜也好，到低音的时候也不要没音了。但你知道他的夸张，我低音将往上，我低音往下，但是不要没音了。这低音还是要有点音，你给我清唱一，再给我清唱一句，我爱你，我第一家清唱一句呢？腾格尔的，再给我来一句，我爱你，我第一家，我第一家，我的天堂。他真的很聪明，他将来绝对前途无量的。其实他还是能抓住人家的细节特点的。他的这一遍比刚才前面你带着音乐的要好。真的，其实我觉得他今天有一点显招，就是其他人都表现一个，就是说表现得好的话很容易就过了，你一下子来四个，这个冲击力很大，但是也很有可能会觉得你哪一个表现都不好。 对，所以呢，我们也就先让艳红姐姐这边先来表决。我的意见是，我和葫芦娃的意见是，你只是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去模仿每个人的特点，但是其中的细节你却没有抓住。他真的很聪明，他将来绝对前途无量的。其实他还是能抓住人家的细节特点的。我和葫芦娃的意见是，票能不能拿到？峰哥，哎呀，谢谢，两票了，两票。关关和朗朗。我跟二郎神的意见是一致的，你只今天非常顺利的赢得了我们的三个赞，没错，所以呢就可以获得前往北美参加艺术之旅的机会了。金罗，谢谢，拜拜。这个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来到节目当中来卖力表现的宝贝们，当然也向我们电视间所有4到14周岁的宝贝们发出邀请，只要你爱表演会模仿，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对，那同时呢也要感谢青春好朋友地花之秀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以及很 Q 很亲润的喜多多椰果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了。好了，本期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会，再见。